小月今天陪果果在家里写字，我和我妈、可乐、我爸，我们三个过来买菜了。这个是多少？一斤，正好一斤，三海参。这个是颜料铁管啊。颜料。给我来几个。十块。再来点芒果十块。买了这么多菜。菜买完了，现在我们就回家做饭了。菜买回来了，现在开始收拾。今天吃涮羊肉。现在在削个莲藕，今天的菜多。今天买了150块钱羊肉，然后再把这个羊肉洗了。小月说把它给腌上，这个羊肉是吃涮羊肉的。妈，你这把这肉给它一洗，这样这个那个料哈，另外把它切上一点。对。啊。刚才给小果削了一个大芒果。给芒豆也削一个。行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芒果是不是特别甜？嗯。小月和芝麻酱和的好，这得他来和。把你拿个豆子，然后把个火锅料放里面。开始吃。好的，再放点那个容易熟的。毛豆吃了一点清水煮的，现在已经吃饱了，在这里看动画片。